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AB 啊哈是这个方程式的两个根啊，而且 A 大于 B，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把 A 跟 B 找出来，我两边呢那个取它的平方根，我是 x 加5等于正负根号319。好啊，所以 x 哈就等于负5正负根号319。那上面那个大根，下面那个小根嘛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，a 的话是等于负5加根号319。那 b 的话呢，等于多少？负5减根号319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个 A 选项啊，他说 A 加 B 等于0，对不对？ A 加 B 不会等于0啊， A 加 B 是等于负10啊，加起来负10这消掉，所以这是错的哦，这不会等于0啊，不会等于0。好，再我们看呢 B 选项， B 选项他说 A 减 B， 那 A 减 B 这个就消掉嘛，就两倍的呢根号319了，他说是等于根号319，不对了，差个两倍啊。再我们看 C 选项，他说5加 B 是319的平方根，5加 B 多少？这个 B 加5的话，这个就没有了，是负根号319。他说负根号319是319的平方根，没错。319的平方根是正负多少？根号319了。哦，所以负的根号319也是它的平方根，这是对的。再我们看的 AB 它说等于314，对不对？ AB 你就把它一乘嘛，一乘就这个平方嘛，啊减掉这个平方，哦 ，A 加 B 乘以 A 减 B 嘛，这个平方25啊，减掉这个平方，这个平方是319。所以这个应该多少？319哈，减25，这个4，9，294，应该是294，哦，应该是294。所以呢，这个选项是错的。第一，这个选项是错的。